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。曼露和曼珍是一对亲姐妹，她们的父亲去世后，姐姐曼露为了家里的生计问题，嫁给了财产颇丰的祝鸿才。妹妹曼珍在姐姐的支持下顺利的大学毕业。曼露不能生育，祝鸿才十分介意。曼露苦苦思索之后，将妹妹曼珍骗到了自己的家中。知道你发生的事情，那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曼珍，要不这样，你来帮他生，姐姐不会亏待你的。咱们两姐妹在一起，没什么好怕的了，啊？昨晚的事情。我哄着私心浪费，我喊的，我叫的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曼珍，你快回答我！我真的是为你好。做猎你的计划，咱们家得认真饿死。古曼珍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本来就生在泥里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权利选择为自己而活。朱鸿才就是我们家的活路。姐姐生不了孩子，你来帮她生，我们家就不会困在泥里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有事情。昨天我才收到的一封信，一句话，一句话都说着我们的未来。我不会为你留下，我不会为你生孩子。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他已经在去法国的路上了。我跟他说，你是不会见他的。事情他不会这样对我，我要去找他。门已经上锁了，你把钥匙给我，把钥匙给我，求你啊，把钥匙给我，我求你把钥匙给我。他是个爱面子的人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小姐，无耻！我下贱，我无耻。我来问问你，你从小到大的学费是谁交的？你在大学里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在干嘛呢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初下海当舞女的是我，不是你？
Thank you.